你醒了，丽儿，你先洗个脸吧，换身衣服，咱们去宫里见母妃。儿臣拜见母妃。免礼。这便是将军府的二小姐冷离吧？果然姿色出众。离儿性情甚好，甚好。那就好，日后你们要互相扶持，相亲相爱。谢过母妃。谢过贵妃。轩儿，看来日后你要在教导礼数方面多花点心思呀。